现在三组 BOSS 终于打完了，目前剩下马克邦，然后还有宰相，剩下两个大 BOSS。那后面还有没有的话，先不要问，先买个伏笔，说不定会来个惊喜。每次马克邦只要拔刀，大概过十秒，然后就要退场，真的蛮可怜。二代的时候他是拔刀，然后救人来救场；四代是拔刀，自己人救场，然后他就砍自己人，超好笑。没有一次成功打完的。这次一定要打完。哇靠！这什么地方？哎呦！我们来到了中枢地区，太恶了吧！之后刚第一次比较帅，剩下都丑了一逼。よし、それでは行くぞ。トールズ士官学院、7組。これより、幻想要塞の最終エリアの攻略を開始する。ああ、大家记得先回个 CP 哦。まるで煉獄そのものに続いているような闇。ああ、炎が待ち受けているあたりも同じか。なら光まとう翼として駆け抜けるだけだね。そこだ、チャンスです。ユウ、俺の番だな。好か、真的好恶。オルディーネ、くらえ、デッドリーエンド。私の番です。今です。やれ、私の番ですね。アークス駆動、俺の番だな。せい。 OK、 都会完了，剩三 BP。 よし、掴んだ。ま、こんな。
这个迷宫大概20分钟可以逛完吧。两人这边的怪都很强哎、欸，哦，像这次我想打，好帅哦。俺の番だな。行くぞ。突撃陣、烈火。俺の番だな。さて、一緒やるか。切り刻め、暗黒の刃。あの世へ行きな。オーパルスレイヤー。哎呦，好了，开阵法确实是超猛。你会掉个好东西哦。好，没有。我记得刚我们打完的时候，好像有掉一个不错的东西，check一下。黑曜珠。SPD 加32，好，可以换了。我当初我合不出来，谢谢啊。哎呦，再拼一下就 level 10了。打个二连战好了。没看到。哦，来了！致敬蜘蛛，猛到不行。
不是啦，左上的那个，左上有跳的成就。強敵を発見。警戒を怠るな。やばい相手だ。気合を入れろ。すぐに処置。サンクス。おいよ。行くぞ。突撃陣。烈火。行くぜ。さて、一緒やるか。切り刻め。暗黒の刃。可李恩他说他自己是什么剑圣还没有讲，还没取。叫死魔、哦，那我先砍一刀。又是这只，強そうね。注意しないと。到中间了，感觉是跑了一半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又打嘞、欸，有点快。BB 差不多都满。以前打劫的时候是靠着光之剑将来帮忙，但这次不行了，只能靠我们。